烧！哎，住手！危险！危险！这是干什么？你说烧就烧，你是存心让纺织厂倒闭是吗？如果你只想一味守城，不敢勇于创新的话，那我告诉你，叶家纺织厂根本不可能重新站起来。9月15日晚间8点，未来综合台《千金女贼》。